从门外汉到汽车设计师，你得跑起来，才不会被目标越甩越远。在地球另一端，跋涉在这条传奇的骑士之路上，只为一辆有灵魂的机车。他身上应该有我遇过的人，历过的险，翻过的山。当不停的脚步让灵感迸发，我知道属于我的骑士之路远没有结束。因为心里有远方的人，从不停留在原地。为梦想加速，英特尔移动超能版重新定义电脑体验。